是北海道登别市2月3号的天气，下大雪。我是从住在的饭店的房间里，从窗户向外面照的。 天气就经常是这样的天气，在冬季。
害怕天气比较冷，室内的取暖设备呢，就是用电烧煤油的这种东西。但是屋里如果开得大的时候，也是非常热的。
照，上面再照。
它这个喝的扣啊，正好是有个东西的，一样的口径，一样口径，正合适，正负一套是吧？哎，对对对。
反着以后再吃。那谁跟张淑华都说了，见着张淑华了。对，我说说我要的。没问题，照一个相。你也想一想，我明天去办去。就那邮票啊，如果说这次办不成，我碰上机会。有吗？买了。不，我在杂货见过。在这边可能还没见过。因为这个非常方便，它一般东西都得照相。杨混，我头也没听说还有这么一个名儿。日方做的墙是吧？哦，我说怎么做这么那么卡，感觉能做啊？做咱们做的了，就不这样。日方。
这块需要就四家都要做壁画的。对对对，不好意思。衣服还没给摘下来，你看这可是的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是真大伤呀！哪都是饺子。
是不是在看嘉信呢？嘉信。啊、哦，一看人家这么厚。嚯！咱们这科长这做一天饺子是吧？好呀。过年了吧？过年了，好。山队的屋在什么地方？什么？知道都是大号是吧？大号知道了。我们疯的，嘴都肿了，我嘴都肿了。国际导爷，国际导爷，你看看。哟，太满了，来。哇，快！这个。
了节目的话，有点大吧？站起来！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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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分给这个真够神的啊！谢谢。新年快乐啊！哎呦，这有点太难了哈！哎呦，这个这个什么？行了，你就搁这吧。没吃呢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他们一块有一个，跟老跟到一块儿。为什么不是全体啊？盛不下，盛不下啊！那个好，要是180多人的时候，上次我们开联谊会，我刚才刚听说是什么班长是吧？没有，不，一队去三个。一个队去三个。嗯。一个队才去三个。啊。然后我说怎么回事？我说慰问嘛，应该多难啊！他想说可能都来坐不下。坐不下。就上次，我们上次上次开联谊会，我们全是站着。站都站不下，一般的酒会餐厅太小了。不过说实在，今天应该搞一个那个，完最起码老公大家说一说话。不，今天妈，我们这女士要现场。干不了。你玩呢？现在你出来算是学坏的。我那边对这受不了。不，是，完那边他可以过来。对。哦。由这个共同
们这个项目，这个工程啊，不单是个经济项目，更重要的是个友好项目。赵局长呢和这个通总呢，希望我们全体啊这个职工同志啊，保质保量的啊这个力争这个完成任务啊，对大家这个前一段的这个工作啊，再一次的表示感谢。我也代表你们的家属给你们拜个年。向日本朋友拜年啊！因为我已经代表他们拜年，给大家拜年了。这个为了我们的这个友好合作，我们给日本同志啊，给日本部长干一杯，大哥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那个春节快乐啊！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
就走吧，多少钱得走。哎呀，我们这自不量力。哎呀，我们这缺一个人。大家女人都大头儿。哎，这个。Thank you.
来，搁这摆。放个面。小东西。一半，我主任，一半。
回头吗？专业记者吧，拿一个跨一个。待会给你们拿俩特写。哇，有点把脏黄的吃下子的特写，我可能拉过来。让我吃了，你爱跳鱼啊？昨天这个时候往外照的时候，天气就是阴的，全是雪。今天就好多了。登别市的，从高处看的登别市的大样，但到市区还是很繁华的。但登别市毕竟是个小城市。今天2月4号没有什么事情，那么上午8点半同市长一起共进早饭，早饭以后呢，9点钟左右，现场的工人去。占小木市，占小木市就是离登别市比较近的另外一个城市。过春节，大家去商场看一看，也许我跟他们一块去。远处的山拉回来看一看怎么样？日本的住宅都是一些这个轻质墙体，很薄，
木板的日渐做好的，但很单薄，抗震性呢很好，但是很单薄，不是那么好的房子，就像中国的简易房一样。这都是从屋里通过窗户往外照的，也许有受玻璃的影响啊，效果会差一点，但也许很不错。北海道就是这样，隔几天下又下几天雪，雪总是不化。在房顶上看，往下看，看着雪还是不大的，到地面的时候雪很厚而且很滑。哦，好，这差二十岁了吧？差二十岁，差不多二十多岁了。差，你的那饶主任身体好啊？饶主任的这现在身体还这么棒？天气真好，但就雪太大了，这么多的雪下的。这就是北海道，这北海道的大雪的特点，常年如，不能说常年如此，反正是冬季很长时间雪都是这么厚，房檐下都结着冰了，会冰住。
看这辆汽车就像长安似的，在日本这种小车也特别多，就像夏利啊、长安的，你像这种小日本车，其实也都不怎么好看，但日本也很多。我看马马虎虎。
这是天浩园工地，天浩园工程，天浩园的业主是新登杰普拉达公司，总发包单位是中国北京国际设计合作公司，设计是北京市园林设计研究院，施工是北京园林股权公司和日本的古村建设和大丰建设。房卡上面现在有一条布条，上面写的是天花园开园的时间。房卡现在用蓝色的软塑料棚给蒙起来，棚上写的是中国天花园平成四年4月29日开园。这就是新登别大桥，这是这个新登别大桥，从这里看是看不出什么，从侧面看大桥底下是红色的，这就是新登别大桥。从大桥上过车看天花园非常清楚，协作工程冰田建设的作业所，这是现场的货场，由中国运来的石头狮子也在这里。通公司的集装箱，这个建筑物是日本的天花园厕所，做比中国的园林块我看都要好。这里面的花磨光花岗石由中方提供，今天天气好，晴天，还是厕所。2月4号是春节，东方工人休息没有上班，在现场上只有日方的施工协作人员，中方没有人，这是大甲山。这是天花园周围的环境，
中国在海外建设的最大的中国式的建筑园林项目。占地面积十几万平方米，建筑面积4000多平方米。全部建筑物都被包的钱比这供暖。大桥，天花园的另一边是一片大海，是太平洋，所以这里是海洋性气候。过了这条马路，路的这一边就是天花园。东方的货场一小部分，大部分在宿舍的一带。这是售货亭，所有的地方有都有这个，很便宜。200斤买一个东西，也许现在能把我自己给照进去，也不知道。好像这个位置的话，现在没人给我照，一天到晚都是我自己。好像这个位置能从这里照到这里，如果就我一个的话，哎，能照下来我吗？嗯，你说我一天到晚在这里，没人给我照相，真是的。这事儿你说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是。园林设计院的设计现场设计代表用的办公室，那么就是这一间。那一进得上楼梯那一边是园林古建公司他们的现场的作业所啊。那么这里的设计代表条件嘛，当时比古建公司要好一些呢，就是很自然的，因为地位不一样嘛。哎，就是我自己，可能也就是现在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没有去摘小木去，没有去摘小木。哎呦，明天呢，还是坐这舒服啊，还坐这舒服。明天呢，就该离开这里了。这次来，总的来说，虽然比较有些事情，挺麻烦，但是由于时间准备工作做的比较细了，所以目前来看没有出现什么问题。
看他奶奶去了没有去啊？没有办法了，其实我应该在家里的。等我把天花园做好了，我想以后可能可以休息了。可今天呢，从詹小牧师回来的路上，山口先生就跟我讲，他们这个月的2月14号，他们到三重县去，在名古屋旁边，日本中部地区方总负责人是郭元增。这是工程进度表。设计案的计时牌，这是地狱谷温泉地狱谷，以前来过，这次再来一次，典型的日本风格。哪个？
这里面一会儿水就喷上一次，一会儿喷上一次，能看到。我由于烟雾太大，所以不能在那里录。这就是矩泉水，这是由于这个火山搞的矩泉脑冒，这个热的把这木头烧黑，烧黑了。这块这是由于火山的缘故，所以地谷这地下矩泉水矿水温度很高，水能很，所以也登别作为一个旅游风点，这是其中之一。在这个很多人到这里来洗温泉，这个就是滑雪场，还有熊场。这是硫磺的颜色，有黄的，有白的，等等各种各样的颜色。雪地特别滑，心跳会。下来，这是另外一处温泉。夏天这温度更高了，冬天都这样。夏天和冬天都一样。吃什么呢？
小狐狸、啊、跑吗？啊啊，不跑。喵。那野生的自己找吃的。不凉了，再往这一写人都相信。
Thank you.
谢谢。等一下，我的也没带，这你们。
大岁岁才够孩子。对对，我应该先给你。昨天先生夫人干的。奥さんにお会いしたことありませんけども、専務の奥さんですから臨戦検討で大変。そこにビジョンでございます。
士顿饭店的卫生间。门的钥匙是这样的一个卡，卡上有一个箭头，门上呢有一个缝，顺着缝这么一插，门就开了。那么到屋里以后呢，这个卡呢要插到这个里面，这样呢屋子里的所有的这个电器设备就都有了。比方说收音机现在开了，但没声音吧。出走的时候，出门的时候把这个拿起来就行了。咱们现在再看看门上的锁是什么样的。门上的锁呢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要把这个箭头朝下顺着这里一走一遍，这个灯就变绿了，就这么打开了。就在屋里看新鞋，在饭店的六层上往新鲜看，玻璃擦的可能不是太干净，影响一定的光监督。这就是新泻的样子，当然繁华地区是更繁华。冰箱，冰箱里呢有各种各样的东西，比方说我打开一下，那么就是这样的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，从里头可以抽出来，上头写的名字和价钱，价钱在另一张纸写，上面写的名字可以抽出来，抽出来不能搁进去呢，里头有啤酒，有各种饮料，就是这样。门上呢有很多这个 whisky， 过去我有时候就在喝这个 whisky 和 brandy， 那么一拿出来呢有个小夹子，自动的小夹子就给调整了，小一拿出来之后小夹子合上就记得夹了，然后关上，就是这样的。这是冰箱、电话、台灯。电话呢，上面有使用的方法。千岁机场起飞以后45分钟以后呢，飞机上广播说飞机由于故障原因了，不能继续飞行，返回千岁机场。所以啊，昨天回到千岁机场之后呢，直到下午
4:50才再次起飞，那么到新泻的时候呢，已经就是晚上了，已经很晚了。所以昨天晚上，昨天拍的一些摄像呢、录像呢，就是昨天晚上的一个便饭。那么本来昨天下午如果按正常计划1点多钟到新泻的话，还有一些参观，像北方博物馆。那么今天呢，时间比较紧张呢，下午1点钟要离开新泻，向东京方向移动。那么今天白天一会儿呢，到当地的日中友好协会啊拜会，佐野会长。之后呢，可能要去天寿园看一下。然后呢，中午吃个便饭之后呢，就回东京去了。资源这个发展中
售员售票处，哦，这三个钢板是个雕塑啊。这三个钢板雕塑。这三个石头立的很有意思。这是天使园的石牌坊，从石牌坊开始就进入了中国园林。是中国做的狮子路面，是中国送来的石头，厚的是砖影壁。
垂花门。天寿园的八个景区，这是杭州西湖的景区，这是石坊。垂花门就是这样的，莲囊。
站在天寿园后面的山上，这溜冰池比国内的池又深又大。给它起的名字叫做音乐流畅。这叫福山生意。
开这椅子馆，我在这开园就做表演。这个相当于一个多功能厅。多功能厅，原来叫多功能厅。你看那个人家在天花园做那个青纸墙的木料，这是挂箱子，知道吗？挂箱子，它贴的橘子。你说钢结构啊？那它是钢结构。它这个标准，它这房子上面放水都用自控板，放水都用自控板，而不焊死。一料有没有？啊，一料有没有？哎呀，他说咱们让餐厅那坐着得了。咱们看一会儿餐厅且坐着吃饭。这东西你们来看。这里卖东都是进口的，啊，都是进口的，对，也不是日本产的。古村贵前两天去北京了，是吗？这看翡翠，中国不产翡翠，所以翡翠不是太好。翡翠都是从云南产，缅甸，云南缅甸交界。那个也是，就你正在看的这个，也是黄晓明师的。
面都有。Thank you.